请马英九注意，立法院所有执行、所有报告，总执行还是委员会，都是即问即答的。马英九应该很诚恳地面对这个问题，而尊重国会的态度。我们希望他能够创下新的首例，勇敢面对所有的问题。你来到这总是不好嘛？你来报告要一问一答，哎，那安尼好了，你做合理合理，咱两个假设你即马是总统了。周准总统，好不好？你叫做总统，我跟你问，来到立法院是我的地头啦。我问问了，你准备要做初选，我让你闹亏了，你哪来立法院给闹亏的？所以你要回答，你咪足谨慎。啊，你一个国家元首，我伫这跟你闹亏，人家要就任，啊嘛都无好。